接下来是来自山区的消息。保护珍贵的森林，林务局所建立的偷草通报平台，已经接获登山的民众通报，由本基湖工作站前往蝶富雅地区偷草的现场查看，发现有一名嫌犯正伫个记一株牛樟倒木，嫌犯惊到有人挖金，就跳下山口逃逸。经过通报，嘉义县警察局德佳分队特办派出所、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七大队嘉义分队已经联合巡线抓到嫌犯。杜绝乱困杜发国家珍贵森林，林务局所设立的杜发通报平台，日前接获热心登山民众的通报，由就近本地湖工作站前往土野地区杜发现场来查看，发现一名嫌犯正在记测一株牛樟倒木，嫌犯惊觉有人接近，随即跳下山谷逃逸。经通报嘉义县警察局德佳分局特办派出所、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总队以及第七大队嘉义分队，也联合巡线查获到嫌犯。林务局表示，嫌犯所指认的犯罪地点是大埔事业区第208，被害牛樟栽植是12.99厘米。价值差不多200万，这回靠岸木两地栽植0.068立方米，市价大约10万多元。专案联动联机以及作案工具，等等的证物已送警方侦办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台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。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